Curious butterflies. You mean bread and butterflies? Oh, yes, of course.再加你一块，你这样的好用刀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刀用的太宽了。 我的话就用中间切一个。你爱吃麻辣吗？嗯。 那是没法改成的。你们再，这太多。我不熟，这样再得焖它。 没见过那么小的辣椒段儿。这东西哪是？哇，为什么这个感觉还是有点辣眼睛呢？
掌握时间。干啥呀？像小山一样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要把口伸进去，你看这个中间它是没有空隙的，感觉挤进去多少，猪肉就是这味儿。那我来弄，你来倒鸡蛋。你放吧就行。放太多皮。还有啥？因为咱们煮涮的还有点。这个红油少一点。都是喝粥呢。别这么喝，吃点菜。那个检察官，我考上高中之后，考了全校第一。